这一次洪老师一通电话给了我的经纪人小田姐，然后田姐就问我说你要去吗，我说恩人打电话来怎能有不去的道理。2016最佳格语女歌手洪佳慧，大龄女子，用不同方式诠释歌曲，真实完整，演唱技巧纯熟，音乐能听到心意，跨越传统的录音，也精准保留她声音中最精彩的部分。我等了20年，谢谢评审。谢谢我的唱片公司老板吴建强先生，谢谢你在没有唱片公司要我的时候给彭佳慧支持彭佳慧，谢谢湖南卫视洪涛导演让更多的人听到彭佳慧的声音。在我是歌手之前他几乎没有什么曝光度，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他，我觉得这个歌手很久不见了到底在干什么，那我朋友跟我说哎呀他现在在一个 pub 里面唱歌，那我就联络我说你有没有兴趣我们继续出唱片，他当下就跟我说当然有兴趣啊，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唱片啦演唱会啊。歌手这个舞台给了我很多的信心，然后啊给了我更多的机会在舞台上有更多的演出，所以这几年我从2013年开始每一年都开歌唱，我会继续创造另外一个20年，谢谢。